你知道吗？这间在2017年就做好的30楼高 condo 是专门为家庭居住而设计的环保 condo， 而且还是在2016年拿过大马最佳 condo 的奖项。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全 condo 都是用环保的概念来建造的，它有省电的功能，有感应照明灯、雨水收集系统、中央滤水系统，还有抗热的建筑结构。这个位于 KK 黄金地段陆阳区的 Harrington Suite， 距离市区只需要5分钟的车程，不但低密度、保安严密，而且每一个单位都有私人电梯到达自己的单位，就算是家里没有锁门都没有问题。现在要为你们介绍的这个单位是 Type D 的户型，有2475方尺的单位，总共有3个房、4个浴室、2个停车位，还有双阳台，整个陆阳的风景都收在你的眼底。刚刚好的楼层，不会太高，不会太矮，就是那么刚好。防热防噪音的落地玻璃，让你就算把门拉上也是一样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，让阳光渗透进来，照亮屋里的每一个角落。整栋只有116间的单位，带有约23000方尺的休闲设备，包括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多功能房、阅读室、收纳房等等，保证居住环境舒适不复杂。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附近的公园跑步运动，真是一个坐落在繁华的地段但享受退休人士的生活的一个好单位。这么好的 condo 还是附带装修，屋主不但在单位里装了橱柜，还为单位换上木质地板，为你节省了很多装修的时间和烦恼。更好的消息是，现在你可以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这个单位，是不是物有所值咧？现在就马上点击以下的链接跟我预约看房。我是 FC Wong 房产王阿姨，让你通过房地产少奋斗10年。